你们包围了！哎，他们放弃了，我还是得打。 跑去同个地方。 模式哎。 我这个枪啊，前面那个地方。
手是握在一个圆盘上面，好特别哦。Auf Freude.在附近。头真右耳，原来我刚刚之前按的那个是头真右耳。木棒会比较厉害吗？眼睛，Just one more， 最后一个。到塔上去观察一下。塔上应该是有个人。目标嘞？有这么远吗？如果塔上什么都看不到的话，我就得下去继续前进。到底要不要上来啊？算了，我下去找他。本十二发子弹，到底在哪里啊？
办法混账。不用全部重来，这看起来不是最开始的地方，应该是剩下最后一个。那个应该是喷火兵。所以我想把他前行好了，喷火兵我可能打不赢。他是往这边看的。看到我，引擎在这，快成功了，然后把这两个。啊，那个风车上的狙击手啊。起码好像也不是好办法，先把它打掉吗？打了会引起注意。快速打掉这两位。不然我跑过去好了。好，成功。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青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